瑞穗青年是在今天特别提前拍摄贺岁影片，同时还召开里监事会进行工作业务报告，针对公共设施改善还有年度社会公益活动推动进行讨论。而青年市呢是瑞穗的信仰中心，主委陈廖安表示，在农历新春期间点灯至上祈福祭祀服务都是不打烊的，欢迎民众到庙里头来走春。岁末年终，瑞穗青年市管理委员会里监事门台拍站拍摄贺岁影片，向大众拜早年，并且也召开里监事会议。另外第四项，成立协会会吼，这已经伫旧里乡，好吗？副管处来核备啊，在明仔载，应该是明仔载，就来召开这个成立大会。以上啊，这个咱即马各部门之前的进行来报告。管理委员会延续推动去年工作业务，针对了包括公厕等公共设施环境的优化改善，以及年度社会公益活动的规划等进行讨论之外，随着农历新春的到来，为地方信仰中心的瑞穗青莲寺各项点灯制煞、祭祀祈福等服务也不打烊，希望在佛祖的庇佑下，大家龙年都能平安顺遂。这个春节的时间，咱拢会替咱的信众来做点灯、祭煞、祈福等等的活动，所以希望大家过年时阵会当来青莲寺，会当来和佛祖来加持，希望新的一年龙年行大运，大家会当更加平安、更加顺利。日据时期就建庙的瑞穗青莲寺已有148年的历史，不仅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，管理委员会乐善好施，更肩负起照护社会弱势、济弱扶倾的社会责任，落实实践佛祖大爱的精神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